不就开四个灯笼我就会死吗？五个灯笼吧。土楼，我操，这个地方有意思。土楼，现在有冷却时间了，没看到。黄色、绿色、蓝色。想吃烤面筋，你想吃烤面筋是不是？他妈烤面筋，我操！烤面筋。有鬼在背后，一点都不害怕吗，兄弟？嗯，啊，一刀！我操，一刀！小妹妹，来下面，快来！很神奇啊，就上去了。来，我得找一下伤病。在楼上。哦，看到伤病了。他们开了一个钟了，再开四个钟我就死了。跪下，我操，爽不爽？这一刀下去，你还敢买东西？我操，你还敢买东西是吧？来，捕兽夹，我去，这边放一个。哎，这边放一个捕兽夹。来个摄魂铃，分身，小屁东西，这个灯他们不打算开吗？有人在那边救人。被我的捕兽夹夹到了，对不对？赵和林。他妈救人，跪倒！谁他妈让你救人的？花里胡哨的，心里没点逼数。一个，我让你救人，让他跪下。你想吃烤面筋？哎，烤面筋，哎。
炒面筋，炒面筋好不好吃？炒面筋好不好吃？想吃烤面筋。你妈吃烤面筋，我操！烤面筋这种东西是你想吃就吃的吗？小兄弟，老子来了。罗金鱼，赵红林。再见，死一刀、哦。来吃不吃烤面筋？要不要吃烤面筋？啊，我想吃烤面筋！啊，吃烤面，哎，我怎么原地传送？看到这个小女孩了，看到这个小女孩了，我你妈，烤面筋被救。这烤面筋掉线了，我操！女孩在这里，哎，怎么老原地传送啊？把我分身用掉了。这个商店在哪里来着？那个商店，
Hello， 你好啊，你好，楼下，关门了。上去了，怎么办？我操，到处都是人，我操，到处都是鬼。楼上，我在楼上。哎，从我旁边插过去了，我操，没看到。这哪里明着灯碰到鬼？在哪里都能碰到鬼啊！啊，就是那么巧，我操，就是那么巧。流血流死一个，这边还有个商店，我操，你死了，再见吧。本来可以四杀的，掉线掉一个，我操，三杀，还可以，要求不高。碰到人，还往左边跑，到那边跑。哎呀，这好难受，到处都是鬼啊，到处都是鬼。但是没有摄魂铃了，摄魂铃用的有点多了。没有摄魂铃，哎呦，摄魂铃他死了，我操！掉线一个四个全杀，我操！尼玛，搞定！是不是以为自己很屌？是不是以为自己很屌啊，小鳖？哎，无敌呀、啊！无敌的存在，无敌！三杀。